请掀开经本，第一章本愿经轮观，第十五页，轮观第十五页。我们还把第一行的文呢念一遍啊，从第二句看起。今地藏大士现身六道，于四不可数用四悉谈复缘，随即说教化转悟性，大概不约此三。这一段给诸位详细的说过了。这个四悉谈跟四摄法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化众生的方式，我们必须要学习，将四习四摄作为我们自己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也就是说，用现代的话来讲呢，怎么样把公共关系做好？怎么样呢？给一切众生交往，这是最好的方法。能够和睦一切族群。一切不同的文化，所以这是这两种方法了，非常的宝贵。佛只能够在十法界普度众生，能够收到这样圆满的成就，就是用的这个方法。我们要记住，就化转悟性。这个化转前面呢三个目标，就是帮助众生转恶为善，转迷成悟，转凡成圣。这是这三个目标啊。青莲大师是从这个基础上来判教相，这是他把他判教的依据给我们说出来了。所以这个轮观前面这个文呢，的确是非常好，特别是我们现代人必须要学习。那么下面呢，他用天台家的方式，青莲大师他是学天台的，用天台家了五十的谈法。这个五十在此地第三行，第三行的当中，一华严时，二陆院时，三方等时，四般若时，五法华涅槃时，世尊当年在世确实是随机说教，他没有这个学校的形式，也没有分学生的程度，大家都在一起听佛讲经说法，
那么佛说法多半都是有人祈请的，听众当中或是出家人或是在家人提出他的问题，佛当众为大家解答。所以我们看到经典里面许许多多都是为当机解答的。那么佛虽然是为一个人解答或者为少数人解答，但是佛讲的意思都很深很广，能其一切不同的根基，这是我们说佛说法的原因圆满之因。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根力的人程度高的人，他听的意思深广，根劣的人程度差的人，他听的意思最小。总而言之都能得利，这个是世尊一代说法的真相。那么判教所以说分科判教，这是后人的事情。祖师大德为了便利后人后代的人确确实实不如前一代我们现在一般讲这后后胜于前前在科技文明确实如此底下一代决定超过上一代，可是在佛法在中国古老道德的教育里面的确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佛的法运诸晓得正法相法末法灭法，这不就是说明一代不如一代吗？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经济科技的发达，它的副作用就是伦理道德的退化人类这些物欲贪嗔痴慢的增长细细的去反省去思维，不是个好现象。所以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不提倡这些事情，我们决定不是聪明才智不如外国人现代外国人也承认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这个民族我们为什么不提倡呢？中国人有真实的智慧，知道这些东西如果要提倡要发展，会将这个那这外国人讲世界末日，世界末日会提前了有智慧的人不搞这些就把世界末日推后推后好所以外国人搞的这些是把世界末日提前尤其他们讲的提前到就在今年99年世界末日所以这些我们都得看清楚看明白哪些是真实的利益哪些是真实的善果我们要得的是真正的善果，是真实的利益古人
为了利益经人，方便经人的学习，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分类整理，哪些便利于初学，就好像现在学校排课程一样，哪些排在1年级，哪些排在2年级，这是祖师大德们他们的用心。释迦牟尼佛当时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种做法。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各宗各派祖师大德的分科判教很值得我们做参考，便利我们修学，但是不能够固执，固执就错了。这个是一种权宜的方便，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读祖师的东西就能够得利，不至于造成门户之见。也就是在这个修学当中或者是弘法里面呢，不至于造成障碍。这个在现前社会里头尤其是重要。现前不但是佛门里面不可以有这些派别不可以有这些矛盾，乃至于我们今天提倡多元文化，对其他宗教之间相处，不同族群里面相处，都要消除误会，消除隔阂才能真正达到共存共荣，和睦相处所以要晓得这个本意五十携手跟天台都有相同的见解第一华严师这底下有个小注月经列名世尊示现成道之后第一部经是讲华严，但是现在世间人很多人不承认华严经在哪里讲的？在定中讲的，没人看见的我们凡夫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在入定谁知道他在定中讲华严经呢？所以现在西方人讲到佛教从阿含讲起就是从鹿苑这个地方讲起给五比丘说法对于华严呢就不承认，甚至于有许多人说华严是伪造的，不是佛说的这华严从哪里来的？是龙树菩萨从龙宫里面取回来的于是有不少人就讲了华严是龙树菩萨伪造的不是佛说的那么这是世间人的观念他们的想法跟看法这个是符合现代所讲的科学精神，科学要求证龙宫现在潜水艇潜到海底没发现龙宫所以他们不能接受了这样鹿苑呢那这个鹿苑现在地方还在印度
啊，大家可以能去看到，这个他们承认。啊，这个我们就不提了，晓得有这么一桩事情，啊，但是科学家也肯定时空是多元的，啊，如果肯定多元的时空啊，那这个龙宫跟天宫啊就有可能了，啊，那也就能肯定啊有六道了。六道是六种不同的空间，我们讲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现在西方科学家承认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但是这个空间怎么样去突破，现在还想不出这个方法。那么佛法讲的这个理论，空间是无限度的，不止十一度啊，无限度的空间。空间怎么样形成的呢？是妄想分别执着形成的。那我们想想，一切众生妄想执着无量无边呐，空间的维次就无量无边了。怎么样突破呢？这佛法讲放下了，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突破了。到如来果地上是彻底放下了，完全突破了，这个时候的空间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空间的本来面目，从一空变一真，变成十法界。设法界不是真的，为什么呢？佛家讲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叫真，凡是有变化的就不是真的，所以设法界从哪里来的？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变现来的，这它有生啊。我们断了妄想分别执着，这个社会这个界限突破了，它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就不是真的，是假的，所以要晓得这个东西怎么来的，然后你才晓得如何去突破它，所以佛家重视修禅定，古老的印度许许多多宗教的宗教家们没有不重视禅定的，从禅定里面放下了分别执着，看你放下多少，你能够突破多少层次？所以古印度的宗教家都肯定六道轮回的事实。六道轮回是六种不同的时空，他用禅定的方式突破，他见到地狱，见到天堂。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他在定中见到。他为什么不能够突破
六道呢，到了色界的天顶，它产生错觉；无色界的天顶也产生错觉。这什么错觉呢？他认为那是宇宙生命的起源，他见到了，这是一个误会。功夫啊，不能再向上提升，这是处理不了六道的原因。世尊看到这个现象，他们有这种能力达到这个突破的边缘而不能够突破，所以佛才降生在印度，帮助这些人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这个就是佛家讲的机缘成熟，所以佛来帮助他们。那么经济科技的发展决定会增长这一切众生的贪嗔痴慢物欲的享受，增长贪嗔痴慢贪图物欲的享受，这个定功啊就不可能了。这个是这个佛家说明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之由来，是这个原因。但是我们要晓得，纵然在末法时期有没有善根深厚的人呢？有，少数，太少了。那么由此可知，所谓是正法、相法、末法也不是一定的。在世尊当年那个时代也有人贪图享受的，那就是正法里头的末法了，佛也渡不了他，他不肯放弃荣华富贵的享受嘛。这个就是正法里面的末法嘛。末法里头也有真正觉悟的，能够舍弃一切物欲的享受，修清净心，末法里面的正法嘛。这是说明法没有定法那么祖师这种判舍呢，是就多数人来讲的这个里头有少数例外，所以我们看到祖师判舍不要灰心，哎呀，我们生在末法了你末法里头你可以做正法，你能够成就，只要你能够觉悟，你能够舍弃一切物欲的享受。我还常常提醒同学们，舍弃对一切人事物控制那个念头不能有这个心，舍弃对一切人事物占有的念头，你能把这两种念头舍弃，你就是末法里面的正法众生。你有资格修这个菩萨道，修菩萨行这个才是佛给我们说法的真实意义。
华严，他是世尊成道之后，将他自己所见所闻，他所入的境界，圆圆满满的为我们说出来。诸佛古地上的境界，所谓是一真法界，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名称虽然不一样，实际是一种事情。这个境界在哪里呢？就在我们面前，就在当下了。我们是迷而不觉，他们是觉而不迷。所以他们享受的是一真，我们享受的是烦恼啊，是无量无边的妄想分别执着，我们享受的是这些，人家享受的是清净平等觉，差别就在一念之间，一念迷雾之间呢、我们这个华严才刚刚讲到开端，续分还没讲完呢，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一点意思。越往后越殊胜了。我们要学善财，唯有善财的条件，善财什么条件？学以致用，善财的特色，学了马上就用，绝对不是所学非所用啊！学了立刻就能落实到我们生活上、工作上、处事待人接物上，这个人就叫善财。学了没有用啊，不会用啊，不能变成自己的生活，不能落实，那个人就不是善财了。李炳南老居士常讲啊，那种人什么人呢？佛呆子。念书啊，不能够落实啊，不能够应用，叫书呆子。学佛不能落实，不能够应用，就是佛呆子。善财是给我们做代表的。是修学佛法的一个典范，我们要向他学习，学以致用。华严在现象上来看，就是虚空法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生活，种种不同啊，都能够彼此相融，都能够和睦相处，都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形象上看到的，
这种形象真是现代许许多多政治家梦寐所希求的。那所盼望的，那你知道全在《华严经》里面的。所以华严展现给我们的是社会安定的世界大同啊，我们现在所讲的和平安乐，我们要想达到这个目标，不学华严怎么行呢？华严里面有真实的理论，圆满的境界，精密的方法，所以这是佛法里头的叫根本法论啊，这很有道理。那么佛虽然是从定中啊来宣说，因为定中如果没有能力突破时空境界的人，你没有办法参加他的法会。所以不是凡夫，不但凡夫不知道啊，声闻阿罗汉也不知道啊，辟支佛全教菩萨啊，乃至于天台家所讲的四教里面，藏教的佛、通教的佛都没有分，都没有能力参加这个法会。可是我们在这个法会里头看到有诸天，有杂神众，也看到声闻缘觉，也看到有一些过往大臣啊，特别是在幕后，行愿品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我们看到了，这是什么回事情？这些人全是诸佛如来应化的，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所以。在华严会上啊，他是用的随类现身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时候好像族群不相同啊，信仰不相同啊，种种不同，不同是相啊，同的是什么呢？皆是化身大士啊，换一句话说，他们所证得的都是无上菩提啊，充分给我们显示同不爱异，异不爱同，同异不二这是显示出啊，宇宙众生的真相。我们了解事实真相，我们的分别执着的意念呢，就会化解了。
你有分别，你有执着，那是什么？那是同意，是两桩事情啊，不是一桩事情。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同意就不是两样了，没有障碍。所以一切障碍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生的啊，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那么这个就是诸佛菩萨的境界了。啊，我们今天见不到诸佛菩萨的境界，是因为自己有分别，有执着，见不到诸佛的真境界，也就是见不到真正的事实真相。啊，真正事实真相在大经里面叫一真法界，啊，叫华藏世界，叫极乐世界，叫什么都可以，啊，我们见不到，原因在此地。所以华严这个时候，世尊把他自己清正的境界通通摆出来，陈列出来，给大家看到。可惜的是我们凡夫看不懂，啊，那么这个是佛才用方便法了，啊，从最初的，啊，最浅显的方法来教起，这就是第二世了。啊，在落叶园开始教学，啊，最初的学生五个人，五比丘，释迦牟尼佛的教学最早期的五个学生，就从这开始了，为他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要把宇宙人生真相分成许多个层次来解释。首先要让他能够理解，他在常识里头可以接受的，这是讲做人的道理啊。后来祖师把这个佛法分作五尘呢，人尘、天尘、声闻、缘觉、菩萨尘，五尘佛法了。给你讲人尘好懂，这大家很容易接受啊。教给你做人的道理，教给你怎样能保住人生，生生世世不舍人生。这个很多人很喜欢听的。这些学生里面有一些聪明伶俐汉，听说还有天呢，天比人好啊，他的心里面向往着升天，这个层次就提升一层，你想升天，佛就把天道的状况给你说明白，告诉你升天的方法，天有28层，
还在六道轮回之内，不能超越。于是更有聪明人知道轮回不是个好事情，想方法了，怎么样能超越？到你有这个念头了，佛就给你说明六道轮回之所以然。这个轮回怎么形成的？用什么方法来超越？逐渐逐渐的提升教学的层次。那么这个就是五识的由来了。所以在落叶云这个时期，这个教学时代好比是办小学，方等呢好比是办中学，般若好比是办大学，最后这个阶段法华涅槃呢，这是研究所。法华这个时候是开权现实啊，由此可知，陆运、方等啊，这个陆运要从经讲呢，就是阿含啊，方等、般若都是属于全教全巧方便的啊，到华严这才真正落实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法华跟华严是完全相同啊，佛一定啊要把他自己果地上所证得的境界也能令一切众生呢都证得都切入啊。换一句话说，要帮助众生成佛，他的教学才真正达到圆满。转凡成圣，我在前面跟诸位介绍过，有小圣，有大圣。佛教帮助众生，教导众生，是要叫众生成佛才满他的愿，这到法华涅槃啊，这才满愿啊。所以我们的修学，如果真的像善财，那一生圆满成佛啊。善财凭什么？精进不懈。真正看破，真正放下，这个人就是善财啊。底下的文书，前后四十，判位有定了。不书前后所设者，皆收归方等。这个法华。陆运、般若、法华啊，确实有很清晰的界限啊，方等就很广了啊。凡是这四十不能收的，通通归方等。这里下面举例子啊，卢光明。金光明经圣曼经大吉楞严通通收在方等里面。今地藏本愿经亦合第三方等实施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古人判教里面也是收在方等里面
但是青莲大师判教啊，你看判啊，这个判教的在第十四面倒数第二行啊，判无上醍醐为教相者，无上菩提为教相的是法华涅槃呐，啊，是第五识啊，啊，祖师用这个做比喻啊，用比喻来判谁，啊，华严判作汝，啊，陆蕴判作涝啊。方等判作生疏啊，般若判作熟疏啊，法华涅槃的才判作醍醐啊，这是古印度啊，那个时候叫乃至品啊，从乃至品里面提炼啊，从儒提炼为涝，从涝提炼呢，再就是生疏，生疏再提炼熟疏，熟疏再提炼是最好的乃至品了，醍醐。啊，醍醐是什么呢？这佛经上常常说。啊，往年道元老法师在台湾，他是个讲经的法师，他学过讲经的技术。啊，在台湾老法师当中讲经的懂得这套方法的只有他一个啊，这个是在教讲教啊，那是个内行人 啊他常常讲经，经上讲的两桩事情他一生都搞不清楚，是不是醍醐不知道，还有阿摩罗果啊，常常讲的。就有一年他到印度去朝圣啊，到印度去就问印度的人，哎，佛经上讲的阿摩罗果有没有，有人有，你拿来我看看，对，一看台湾人叫巴拉，好多啊，原来就是这个东西啊，那醍醐什么也端来了，撒拉大家常常吃的，对，奶制品里面最好的啊，这个回到台湾之后，哦，醍醐哦，阿摩罗果我都见过了，在哪里？摆在面前。啊，所以佛用的比喻啊，都是大家很常常用。啊，不会找那些很稀有的东西来做比喻，因为大家不懂嘛，日常生活当中嘛，啊，是常常接触到的。所以用这个比喻来判教啊，这个教的味道啊，叫法味也啊，用这个来比喻法味。这是方等啊，方等那是生疏啊，那怎么能跟醍醐去比呢？啊，他为什么把这个经呢判作醍醐呢？啊，要判作醍醐，那么这个经的这个教义就跟华严跟法华相等的，我们现在实在讲是比较清楚多了，我们可以肯定佛所说的一切经法门门都第一嘛，没有第二嘛。五十判教还有第一、第二、第三呢。啊，他们的判法了，是华严、法华是第一了，般若是第二了，方等第三了，陆蕴识是第四。啊，实际上哪里有这种分别，有这种执着了？没有。
啊，所以华严家讲啊，圆人说法无法不圆，不但佛法门门是第一，事法里头啊也是门门第一，事出世间一切法是平等的，绝对没有高下之分。如果有高下之分呢，这从什么地方变现出来？从你的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你果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事出世间法决定是平等的，平等真法界，真法界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平等的法界，一真法界是清净的法界，离开了执着你就清净了，离开了分别你就平等了，离开妄想你就圆满觉悟了。所以无量寿经的经题好啊，教导我们修行的原则，清净平等住。经题上有这五个字告诉我们，修学的枢纽，修学的关键，修学的中心，清净平等住。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这是总纲领、总原则、总方向、总目标，所以才说法法平等啊，无有高下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然后我们了解祖师大的这是方便说法啊，便利于初学，初学因这个方便而入门是有利益的，如果执着这个方便那就错误，那你在佛法里面所契入的非常有限啊，所以决定不能够执着。那么下面青莲法师是自己设这个问答啊，下面详细的解释啊，解释有从理上说，有从事上说啊，他解释得很好啊，这段文字并不难懂啊，诸位看看就可以了，我们此地可以把它省略掉了。请看第十五页最后一行，最后一行呢，我们看他的答复。法华大寿啊，涅槃君时啊，所应记者，皆已记起。这个是说明啊，祖师大德们判教的意趣。虽然是天台家的说法啊，但是在一般的佛门里面，各宗各派也都能承认，也都能接受啊。到法华经呢，开圈现实啊，将世尊四十九年所说做了一个总结啊，法华经是总结，所以在佛家有讲啊，成佛的法华
啊，叫开智慧的楞严，成佛的法华。为什么这个说法呢？因为佛当年在方便说的时候，曾经呢讲过，一禅体不能成佛，啊，不能做佛。一禅体是梵语，它的意思就是没有善根的众生，啊，没有善根的众生，怎么能做佛呢？佛在最后法华会上的他的说法不一样，业禅体也有善根，业禅体也能作佛，这个才圆满了，所以叫成佛的法华是这个意思，啊，跟华严经上所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智，这才能获得起来。这个是法华做了总结，将佛度众生圆满的悲心呢完全显示出来了。涅槃经里面呢，这是借取精华，啊，什么精华呢？法华的精华，也可以说49年所说的精华，啊，涅槃实在讲就是世尊的遗嘱啊，啊，一日一夜所说，啊，说的时间短，记载的特别详细，啊，特别的完整。世尊将要离开我们这个世间，啊，对这个世间一切众生在念念不忘啊，啊，一再的叮咛嘱咐，希望我们明了他所说的教义，依照他教导方法去修学，决定可以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地藏经在什么时候讲的呢？佛经上身套利为三四故，啊，这个前面有说过，啊，这是世尊法华这个时期结束之后，佛上身忉利天，这个经在忉利天讲的，啊，在忉利天三个月讲完之后，2月14日从忉利天再下降阎浮提，第二天15日入般涅槃，所以大师判摄这部经的，这个经是在法华之后，是在涅槃经之前，法华涅槃判作无上醍醐，那这个经又何尝不是无上醍醐呢？是根据这个来判的，啊，佛上身忉利天摄这一部经，啊，有三桩事情，这个重要。第一个呢，为母说法，报恩呐，啊，我们晓得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四大是教学，是教育，教什么呢？就是教孝，
佛菩萨之所行，行什么呢？行孝，说实实在在的话，佛法彻实彻宗啊，就是一个孝字而已啊。这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教导我们修学的根本，敬业三福啊，佛在这三条幕后做了一个总结，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三世是过去世，现在是未来世，菩萨要修行成佛，这个三条是他的正因呢。因地不争，果招予取。你要不从这三条上奠定基础，不但是大乘佛法你不会成就，小乘也不能成就。我们怎能不重视呢？这三条里面第一句孝养父母啊，接着后面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再接着第二条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的助手，全都是完成第一句孝养父母。孝养父母是总啊，总纲啊。下面这个十句是孝养父母的别说，后面有一条做不到都是不孝啊。啊，孝道到什么时候圆满呢？成佛才圆满。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孝道还不圆满。啊，所以佛家教学的内容是什么？孝道啊，究竟圆满的孝道啊。佛在此地表演呢，示现做个榜样给我们看呐、啊，自己成佛了，修行圆满了，度众生，度众生功德也圆满了，这是父母的恩德啊，还要表演一下，做给我们看看呢、啊，为母说法。报母亲之恩，你看看这个意思多深多广啊！那换一句话说，我们要没有释迦牟尼佛的成就就是不孝嘛。真正能孝顺父母的人不会起一个恶念对待众生，起个恶念说对不起父母啊，不敢做一桩坏事情，做坏事情也对不起父母啊，修学不敢不认真，不敢不努力啊，不能够断恶修善，不能破迷开悟，
不能转凡成圣，大不孝啊。所以知恩报恩啊，在佛法里面，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都想把这四个字做好做圆满。不仅仅是在般若经上啊，二地菩萨修学的八个科目里面有知恩报恩这个科目啊，不是说我知恩报恩到二地菩萨再修啊，啊，二地菩萨说特别强调知恩报恩，知恩报恩是从一开始学佛就要修啊，怎么知道呢？这部经上教给我们。我们在经题里面跟诸位详细介绍过啊，大乘佛法在中国是用四位菩萨来做代表，第一位就是地藏啊，地是表心地，你心地里面含藏无量智慧无量德能啊，心地是宝藏啊，用什么方法把心地宝藏开发出来呢？孝啊，孝亲尊师，就能把你自信里面真心里面的宝藏统统开发出来啊，所以孝道跟师道是连在一起的啊，孝亲尊师啊，在这个世界其他国家民族里面我们很少听说啊，古印度跟中国特别重视啊，儒家的教学就是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佛法的基础也是在孝道，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立刻就被中国人接受啊，被中国人所欢迎，有道理啊，它的基础它的目标就是中国古圣先贤所向往的所以佛法到中国跟中国固有文化融合成一体了啊，如果我们讲佛教是从外来的这个话已经讲不通了，不是事实，事实融合成一体了，所以这个意思要懂。我们今天要想弘扬佛法，不能不特别注重孝道。为什么呢？没有孝道，就没有佛法。所以早年我还没有离开台湾的时候啊，有许多法师到国外去弘法啊，我去送行，我总是劝导他们到国外不要建寺庙，他们很诧异，那我怎么建道场？建祠堂
我说你建祠堂啊，比建寺庙功德还大。你戒淫的信徒还广，因为你建个寺庙，学佛的华侨中国人才会进来，信基督教、天主教其他人不进来啊。你建个祠堂里面供祖先，中国人对祖先的感情很重，他都来了。祠堂呢，不要建某一个姓氏的祠堂，祠堂。所以我劝导他们建中华民族百姓祖先宗祠。啊，所有中国人的时候就供一个祠堂，好啊。在这个祠堂里面讲经说法，祠堂里面可以供佛，可以设个佛堂。比建庙的意义更大了，但是这些法师没有一个接受我的建议。啊，个人还到那边去建这个中国式的这种寺庙，啊，信徒很少啊。在纽约，沈家珍居士很有名望啊！啊，世界各地都知道啊，有这么一个人呐、啊，在那个地方大力推动啊佛法啊。李琴住在新加坡的燕培法师。到美国去主持佛法弘法利生，啊，燕培法师接受了，啊，把新加坡这边统统交代摆脱了，啊，专心到美国去弘法去了，啊，这是燕培法师告诉我的，啊，到了纽约住到大觉寺，啊，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在那个地方讲经，听经的人呢大概有三四十个人，啊，讲完之后，这一些听众向法师恭喜啊，法师，你的法缘殊胜呐，今天来了这么多人呐。眼培法师听了之后，一身流冷汗的，大失所望啊！他在新加坡讲经啊。听众有几百人，上千人呢，到那个地方三四十个人就不得了了，法云好殊胜啊。他在纽约大概住了一两个月，赶紧回来，再也不去了。眼培法师常说，我们讲经的人就看听众啊，没听众这地方怎么能去啊。在美国确实如此啊，经常在那边讲经，听众多少的，两三个人，五六个人，有十几个人呢。哦，这法缘很殊胜了啊！所以你们学会了讲经，将来美国请你们去讲，你们心里要知道。啊，跟这边不能比啊。啊，那么我们到美国各地方是各地方去作秀去表演，那临时聚集的人也能聚集个几百人，那是偶尔一次两次，天天讲经没人来听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我们到那边去，哦，人数有多的时候，也有到六七百人的时候啊，那就是多少年去一次嘛，老远人也要想来看看嘛，啊，是这么个意思啊。经常在那边讲经呢，听众非常少啊。所以我们这边上一期有个同学
是五台山的上，是哪个法师跟空一一道来的？听说到美国去了。啊，显一法师说，上当了，上大当了。啊，去了以后的时候，真正想发心弘法利生的话，你决定会后悔。啊，所以说一定要清楚，这个地方美国同学很多，我讲的都是老实话。啊，我在美国法缘最殊胜的，啊，大概一般法师的时候都比不上我的法缘。啊，我在各个地方讲经，大概还有六七十人到百八人的样子，这很殊胜的了，啊，很难得的了。所以现在我们在美国用这个电视广播，这个好啊，听说啊，这是杨会长告诉我，大概现在这个收视率的时候，差不多已经超过20000多家了啊，这是全美国，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没这么多啊，全美国才20000多家。而且这个频道的时候，它这个面呢，包括加拿大，啊，包括这个墨西哥跟巴拿马，啊，就是北美洲这个地区都能够收到，啊，这么大的范围，才是20000多户啊，收看这个节目啊，所以在任何一个地区讲经，听众都很少很少，啊，所以到美国真的。你的精力时间通通浪费掉了啊！你看我拿到美国公民了，我不想去美国啊，所以诸位要细细的冷静的去观察去思维啊，佛法的源还是在中国啊，我现在如果到中国说法，啊，去讲经，在我想的时候，我的听众啊，至少有几万人呢，啊，乃至于有十几二十万人，我都想象得到啊。啊，上一次仁德法师请我到九华山，我不敢去，我知道这个状况，他让我到山上住20天讲一部《地藏经》，我估计的时候至少会有20万人。我怎么敢去啊？啊，所以现在国内的人非常希望我，我说我知道，我完全了解，为什么不去呢？同修们太热情了，人太多了，不敢去。啊，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冷静一点，我到各地方去看看大家，大家不要来看我。我就很快就回去了啊，每个人都到一个地方来看我，聚集那么多人，而且国内的人不守秩序啊，拼命往前挤啊，你人多了，万一有个人跌倒了被人踩坏了，说我们怎么对得起人？我最怕的就这种事情啊。前年我到上海下飞机的时候，机场上3000多人来迎接我啊，我被他们围住在那动弹不得，一个个都不肯让开啊，啊，谁怕了啊？如果是很有秩序啊，大家站到一排一排站到啊，我跟每个人都见个面，那就很好了啊，他没有组织，没有秩序。所以这样子吓得我不敢回去，不是不想回去，很想回去定居啊！啊，就是大家热情过度了，我非常感激，啊，非常感激。所以诸位晓得这个事实状况啊，就好。这第二个原因呢，为欲别天神。
这个是护法，我们都要学。在一个地方弘法利生，必然得到许许多多人热烈的护持，佛法才能够顺利推广。我们今天在新加坡，李牧原居士带头，新加坡这些同修上下的真是全心全力在护持，非常难得，非常稀有啊。我走过许许多多国家地区，同修们也热忱地接待，那是感情的。新加坡这个地方不是感情的，是理智的，智慧的，不一样啊。智慧的这种护持，这种热忱永远不衰呀。这感情的处一段时期脸色就不一样了。所以是人无千日好啊，花无百日香啊。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感情是靠不住的。决定不能等待它颜色变的时候你再走，那就没有味道了，下次就不能来了。所以我们懂得，在热情很高的时候赶快就要离开，为什么？下次还可以再来。你知道，但是招待的很好，你念着不走，以后面孔放下来，这个地方缘就断掉了。这些的人情世故啊，我们都要懂得。佛教给我们怎么应付啊，我们都要明了。都要认真学习，所以每到一个地方说跟大家结个欢喜缘嘛。如果真正对这个佛法通达理解，那要相当长的时间。新加坡这个缘，我们12年的时间培养出来的。其他地方为什么培养不出来？是连台湾都培养不出来，原因在什么呢？他们真听，新加坡人老实，从小就接受这个政府这个教育，从小就老实听话受罚，这是他们的优点。所以新加坡的人胆小啊，不会不敢做犯法的事情。新加坡这边报纸上你看到犯法的人都不是新加坡人外来的，本地人几乎没有犯法的。你去买东西货真价实，不会欺骗你的。所以学佛法他要老实学，讲经他老实听，叫他做他老实做，这十几年做出这个成绩出来不是偶然的。我从1978年，是77年、78年第一次到此地，以后每年至少来一次，来到这边至少讲一个月，我离开之后，这一个月所讲的录像带、录音带，很多人在家里还重复不断在听，所以在这边建立了一个共识今天这个讲堂跟这个弥陀村这个理念大家这么热心，是10年的这个基础，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成果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再到一个地方要想达到这个成就，至少也有10年我们人生有几个10年我现在讲经大概还能讲10年
啊，再往下去，年龄太大了，体力支持不了了。啊，所以这个十年当中，我们的重点要帮助年轻的法师。啊，希望佛教后继有人呐。啊，我们才能尽孝道啊。啊，才对得起父母，对得起老师，对得起这些护法。啊，这些护法跟天神没有两样啊。啊，最后一条，为六道辛苦求出无期，复诸地藏菩萨救护一代弥勒下生。啊，这一条是什么？这一条就是培养年轻的法师，续佛慧命。啊，这世尊为这三桩事情，我们今天正好也是为这个三桩事情。青莲大师在这个轮观这一段写得非常之好。所以他在此地告诉我们，五重玄义里面每一条他都用不思议这三个字来标示、啊、因为名体宗用意义都称心，既然称心，那就是不可思议，就是无上体会。